我觉得还好吧，换个角度，我换啥角度？我换啥角度？我也就这么这个样子吧。 你是谁呀？你是谁呀？来，老师可以放点，来，换一个，我换一个，我想换一个中性片语吧。 听不见吗？都听不见。就不好呀。对。现在可以吗？喂喂喂喂，现在还有杂音吗？是有电流的声音。
是美好的，是吧？我的声音小，电流声大。现在呢？还有吗？还听见。现在呢？现在有吗？稍等啊，稍等啊，稍等啊，朋友们，记得加入大哥粉丝团。记得加入。我没有充电，我这个是就是跟，我这个是跟那个什么声卡放在一块儿的。好了吗？好了是吧？行，可以啊。那既然好了的话，好了吗？现在？又没有声音啊，可以了，有声音了啊，有声音了，这谁？这是保罗和什么哈欧文和哈登历史地位，这是，那肯定是哈登历史地位高了。现在可以了吗？听不见吗？现在还是不行吗？又来了，为啥呀？再放进去，这样呢？这样可以吗？这样，这样可以吗？现在，现在可以吗？可以了啊，可以了就行，可以了就行。我就稍微往这边挪一点，因为它这可能是这个接触的问题，所以这个就离近点，就离近点，好吧。现在声音又小了，可以啊，我自己我都听到我自己声音了，那差不多吧，那差不多我们就开始了，啊。
光弄这个声音已经弄了20分钟了，已经。嗯。啊，好了啊，那行了，那我们就现在，这样，今天呢，就是，也是，就是我这个发了专辑嘛，是吧？然后过两天也刚好在这个网易云也就发了，然后今天是想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就是。唱自己歌的同时呢，然后再唱一唱就是别的歌的话，也是大家都听过的，应该都听过的歌，然后我就唱一首自己的，然后唱一首他们的，然后再唱一首自己的，再唱一首别人的，再唱一首自己的，再唱一首别人的，可以吧？声音又小是吧？这个确定声音小吗？我 OK 了是吧？可以了是吧？好，我这个太难了。现在可以了吗？有说不小的，那就应该是没有问题啊。那有说小的，那就是我的问题啊。可以的哈，那我们就这样吧。先唱一首，我想想啊，先唱一首我自己的歌。老师先把那个 Free Me 的那个歌先放出来的，然后小一点声音。这个大家可以听一下，然后就在背景音乐里面。那这个歌是我这个整张专辑写的第一首歌，然后我这个每天晚上也都开着音响，然后等歌。就这个，每天晚上在这里写词，这是我最有经验的一首歌，真的，我也都还蛮喜欢的，大家也都还挺喜欢的。对，然后这个歌有没听过的，大家可以现在暂时的歌曲切换到其他的。那我音乐平台还是不能说这些，就是音乐平台，就是听一下，好。声音小没有没关系，就是这是一个背景音乐，然后一会儿呢我可能要就是用钢琴简单改变一下，就是钢琴唱一唱，要不这个呢就是我自己来做一个伴奏唱，太难了，当初录的时候就似乎已经基本上死在了你的记忆里面。这个你们的问题我就不重复了啊，因为一会儿我还要把这个视频盯着啊。我说话声音小吗？也还好吧。太难了，这个怎么才能调整到最好的？那现在基本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我现在就给大家，这个用钢琴，弹一下这首歌，好不好？现在是什么节目啊？现在是刘海宽给你唱歌的节目。
以吧，啊，我的授业太高级，对对，就很高级，但是呢，我不会弄。那现在我就大概唱一下这个我自己的那个 Free Me 这首歌，然后刚好这首歌收录在专辑里，一共有两个版本，啊，一个是比较恢宏庞大的一个版本，然后还有一个版本是就是 Joker 啊，就是 Free Me Joker 版本，就比较破碎的一个版本。然后但是现在呢我要弹的这个可能就可能会相对优雅一些啊。要是你坐在 For me, yeah, for me, yeah, 想象的未来依赖 Burning my ey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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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角落上城市间吟唱头顶迷离上的月光我换上了最精心着装黑人的灵感紧张紧张冥想去冥想临江、yeah、无论怎么想的对呀、yeah、Anytime anywhere listen 他们跟着爵士乐舞动真心歌好模仿写好完整作响写着我心要迷化的好有你的歌颂着建立了新规则 Yeah My dream is everywhere wherever in your eye 像分手一代再见埋就阴霾趴在窗台望着街道微笑无论而你存在 Free me yeah Free me yeah 有些你坐在 Free me yeah Free me yeah 想象着未来依赖 Burning my eye是个好模仿下好文声作响花灯好有你的歌颂着建立了新规则 Yeah But you just play away wherever in your eye 是分手一代再见没准阴霾摆在窗台有 window 微笑无力的而你存在你是多风我也坠入看不见追的国度请原谅我的自负没人能说，没人可说，好难承受。如有的悲哀，隔着一道国度。Free me, yeah, free me, yeah， 有谁能坐在 ？Free me, yeah, free me, yeah， 想象着未来，依赖 ，Burning my eye。这个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就是我改的这个歌啊。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我唱的第一首歌，然后下一首呢？下一首，哎，那个
就我听那个咱们这个抖音啊，咱们这个抖音最近这个有什么火的歌？什么我听有一个我还蛮喜欢的，就是叫什么餐馆，不是那个叫你叫什么来着？那个。啊不不，哎，这样吧，我先唱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然后这个开开嗓，好不好？啊，我先唱一个周杰伦的歌吧，行不行？我先唱一个周杰伦的歌，然后唱一个你听得到，好不好？啊，我先唱一个周杰伦的歌，好不好？啊，直接整，行，那我那什么，我直接那个，我去另一个。另一个，我站着唱啊，我站着唱。这样呢，这样呢，这样有了啊！以后你们说没有声音，我就直接拔导线啊！你们说没声音，我就直接拔导线，可以吧？有了哈，行，那直接就先唱热热身啊，先唱一下。我先唱一点自己熟悉的歌，我先唱一个周杰伦的《你听得到》，好不好？你看我这耳返帅不帅？啊，你看一下。啊，帅不帅？还可以是吧？行，那直接来吧，老师。哦，于斌在呀。于斌 ，hello 啊。于斌在。我这第一次抖音直播，这整的挺紧张的。哎，嗯，
有谁能比我知道你的温柔像羽毛，秘密躺在我怀抱，只有你能听得到。还有没有人知道你的微笑像拥抱，多想藏着你的好，只有我感得到。站在屋顶直对风雪，不想被左右，本来讨厌下雨的天空，直到听见有人说爱我。坐在云影院的二楼看人群走过，怎么那一天的我们都默默地会笑很久。我想我是太过于累，在挂电话的刚才，渐渐是单纯的小孩，紧紧感受着分离，值得不能太依赖，怕你会把我宠坏，你的香味一直徘徊，我舍不得离开。他们说没有伴奏，我不是清唱啊，我这有伴奏啊。知道你的温柔像羽毛，秘密躺在我怀抱，呜呜呜呜的脸，哎呦，没有伴奏吗？现在？那我在这唱半天唱啥呢？我不是，我澄清一下，我是有伴奏的，我不是没有伴奏，这个我不是没伴奏呀。你们在这说我清唱我都懵了。现在呢，是没伴奏吗？现在有没有啊？现在也没有啊。哎，我这唱半天，我真是醉了。没有，没有伴奏。对，我现在就是这个没有。我没想阿卡佩拉呀，对不对？我是想有伴奏的，我不是要清唱的，我耳返里面有伴奏的。惊了，这个没伴奏也好听，没伴奏好听，但是我这被这个太尴尬了，我没想，因为我想这个设备弄好点嘛，然后你们听了不是好听吗？现在也没有是不是啊？现在是什么情况呀，老师？对啊，我不想尬唱啊，我想有伴奏啊。
星辰的男主是我，你好，我在里面演蒋白驹，要不唠会儿嗑吧？啊，现在这个现在是没好使啊，唠会儿嗑吧，要不？啊，对，哎，这个我发现这个抖音直播挺显白呀，我发现，是不是啊？啊。感觉抖音直播还挺显白的啊，我不是皮肤好，我是这个光的问题啊。我本来就还行吧，也没说特别白，抖音自带美颜是吧，我说了嘛，我记着我不长这样啊，是吧？哎，这个抖音还整挺好的。你感觉刘海扎眼了，那只是你感觉，我没有扎眼。我说话口音重吗？我是哪儿人啊？我是东北人。我现在就跟你说普通话，可不可以？那，这个刘海超好看，你说的是我刘海，还是你说的是我？有东北口音啊，嗨，真是。啊，那个啥啊，就是现在要是有那个伴奏的声音了，你们随时给 Q 我啊。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老师还在一直在帮忙弄。现在都还在帮忙弄呢，嗯，没关系。又没声音了吗？声音又听到了。这样呢？现在呢？声音没声音吗？这都送的，这是啥呀？这是啊，这是小贝壳啥的，这啥呀？这是谁呀？这是啥东西？这是有了，有声音了是吧？啊，有人声没伴奏啊？等一下吧，这快乐万岁是谁呀？这是掌上明珠啊。想看我吃播，你等这个之后再说吧，这个过年的时候再说吧，啊啊，哈，哎，这个现在有了吗？伴奏啊，还没有。放开了聊，你了解我的风格，我是属于什么风格？你了解我，我属于什么风格？
我现在啊，这个老师还在这个赶忙的这个，我不想清唱了，我就是准备好了伴奏的，我想给你们有伴奏的唱啊。哎，我这个，因为现在要是不调整的话，就一会儿还要调整，对不对？谁傻屌风格？谁呀？你是谁呀？啊，你是碧晨啊？碧晨那没事了，那你自己碧晨吧。温柔风，我不太算是温柔风吧。小年快乐呀！啊。直播到几点？这个我现在已经浪费了47分钟了，我看看吧。这个你们这个想看到几点，我就整到几点啊。大哥老家，我是东北的呀，你这看不出来吗？于斌在哪呢？于斌，我没看见于斌啊。于斌在哪呀？没有，我跟你们聊天不浪费时间。但是刚刚不是在调设备吗？是不是？嗯。我是东北吉林省的啊，这个耳机闪闪的，对，这个耳机是我这个定做的。这个耳机他当时那个老板让我去这个助听器店，然后让我弄一个什么模具，弄完模具了之后，然后才可以这个把那个模具然后邮给他们，然后这个才可以给我做出来。我晚餐还没吃，这不是要唱歌吗？不是说这个饱吹恶唱吗？啊，耳机好看，对，我这个耳机就一直用到这个它稀巴烂的位置，啊，我就一直用，啊，榜四咋看啊？哦，我看见了于斌，啊，你在第四个是吧？好样的。于斌在榜四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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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好像瘦了没有？他这个光的问题，这个光比较好，光显着比较瘦。嗯，连谁？这咋连啊？哎，不会啊。老师是出去了吗？嗯，买音箱去换。啊？换成音箱，然后直接环境的。哦，直接环境的，嗨。行，那我这个咋连啊？这个得怎么连啊？这咋连？我这得怎么连？我这点他头像，我只能看到店铺。我是得怎么这样式的？然后邀请连线是吧？已发出邀请，等对方应答。哎呀，这不就连上了吗？哎，你等会儿，我现在可闹心了。我跟你说话，我现在全是这个你听得到这个伴奏。我只有你能听得到。哎，可以。现在手机啊？为什么手机会响？这一直在。你等。喂喂喂，现在你能听见吗？我一直听得见啊。哦，你一直听见，行，我把耳机摘起来了。
可以的，我从刚才进来听了你清唱了，清唱的你听得到到现在。咱们就别说了行吗？清唱咱们这一块就别唠了啊。清唱我自己在这陶冶的够呛，然后你们都说的我是清唱，在这儿我这伴奏准备可好可好的了，我在这儿啊。你这清唱挺牛逼的呀，给我们这个工作室老师累完了，跑来跑去的现在。啊，哎，这玩意儿还挺好，这还能连麦呢哈，这玩意儿是挺好的。哎，对，他就是在你觉得尴尬的时候可以帮你缓解一下。好样的，好样的，你这个你说的特别到位啊。哎，我的歌你听没听？我听了呢。你最喜欢哪个呀？你猜。啊，那就是没听。你这么老是没听是不是？啊，我听了，你说。听了。我听了，开玩笑，我从 demo 开始就听了，怎么可能没听？这从 demo 开始就发你，后来这个后三首这个比较这出的比较快，然后就没发你听。好吧，我从你那个刚那个我从你从怀孕到生产，你知道吗？我在怀孕的那一步我就已经在了，好吗？谁怀孕呢？这不音乐不就跟自己儿子似的吗？啊，你唠嗑，你怎么唠嗑？你现在怎么唠嗑？现在这么危险啊？我越来越到位了啊！从怀孕到生产是吧？嗯嗯，对吧？自己的孩子嘛，这不？对，哎呀，真是我这今天这个设备整的可齐全了呢。我看到了，你这完完整整就是在录音室里面直播的，好吧？对，因为我自己平时录音的时候就是在这。这我跟你说，毫不夸张的跟你说一句，我跟你说，据我看直播这么久以来，你知道吗？你这个绝对是抖音最高规格的唱歌直播，老贵了。我跟你说，这录音室，我现在拉满了，我现在已经花出去了，现在已经花出去了。我看你的这个环境，还有我看你这个环境，还有他立着这些麦，我就感觉他不便宜。对，他这个，他光是你来使用他这个钱就挺贵的。嗯嗯 ，I know， 我懂，啊，哎，你还啥时候对啊？我嘛，我，你知道吗？我从去年，你知道吗？去年我就说我那个，就去年年底要出歌，你知道吗？结果一跨就已经跨到2022年了。我现在不知道呀，今年可能再出首歌吧。今天再出首歌，你知道吗？就是我不是喜欢周杰伦嘛，对吧？嗯。对吧？就是可能喜欢他喜欢的久了，就是在出歌这一方面也得跟他学习一下。哦，你这意思就是出的慢呗，是吧？对，咱得拖一拖。那你这么闹的话，那大家这个人民们都，你出的慢就是学杰伦。是的，我刚才看弹幕，是的，没错。咱俩现在在聊天，唠的都是钱，你知道吗？就这个海宽那个录音室，每分每秒都在烧。嗯，啊，没事。是吧？这个，但还好，这个还是要有点诚意，对不对？你这个诚意拉满了，哇！嗯。哎，你最近怎么还在北京呢？准备今年准备回去吗？我准备回去啊！我这个这必须得回去啊！想家了，那家里的吃的都还没吃呢，感觉。哎，是我这已经是今年一整年工作结束了，现在在家里躺着呢。啊，你现在已经回去了是吧？那个啊，对呀，对呀，今年稍微会早一点了嘛。哦，哎，那你那边回去要隔离吗？不用，我已经好好的在家里面躺着了。嗯嗯，行，老师把我的声卡拿走了。我现在就属于是在这个录音室里拿着手机干播，这个麦也没了。嗯，实在不行让老师给你，要不给你整个音响放在边上吧。哦，对，老师现在就是打算用音响放在这个边上。你整个音响对吧？我觉得相信你，哎，我说实话，你唱歌的这个实力，你知道，你没有麦，你直接拿这个就是这个手机收音一样好听的呀。哎呀，斌哥唠嗑就是来，现在直接就给你。哎，这个真的不是我直接就给你，不是这个真的不是我吹好吧？这个我在说实话好吧？现在咱们就是麦也不需要用了，然后这个啥也不用了，我现在就把麦拿走啊，直接就这个功放啊，直接功放，哎，好
好吧，我跟你说，是不是让他们看一下我那个歌手在抖音都是怎么唱歌的？我们是不用声卡的。别太吓人了。我先帮你把地位拉高一点。就是说，咱就是说，现在这个什么东北，什么来自东北的歌手啊，这个唱歌不需要声卡。那必须的。那。好吧，我先帮你把那个唱歌的地位往上抬高一点，好吧？一会儿怎么收场就靠你自己了。往上抬高一点，嗯，哎，我看你现在怎么那个，现在属于是现在在这个化妆的这一块，现在是已经拿捏的挺好的了，是吧？是，可以正这可以说是可以说是刚入门，你知道吗？刚入门就走上了康庄大道。你这还刚入门呢？你这什么那个这个粉底又这个又泡水又捏的是捏干了，然后又往脸上整的，你都给我看心动了。你这个哎，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你知道吗？就其实他们很多就是我们就是所谓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圈内人，你知道吗？对于美妆这一块，你知道吗？都应该自己都会。其实男生大部分真的都不太会呀。但是出门，但至少还是会整个气垫什么铺铺脸啥的都可以。打个底，我觉得OK 的。对对对。但是我再高深一点的，你还记得吗？就是我自己头发，你还记得吗？我是弄不了自己头发的。啊，你那个头发太长了。对，我是真整不动。啊，你今天都准备了哪些歌呀？刚才第一首就感觉周杰伦了，你今天不准备？哎呀，我还准备了江云生的歌呢。Yeah, 然后我还准备了队长的哪里都是你。我跟你说，我刚才来的时候 H323 刚才录他那个新歌，他2月14要发。Yeah, 然后自己的那张小专辑不得整几首？他那个专辑且等了，他那个得年终了，可能都得。嗯，不是，我说你的啊，我的呀，我就四首歌，但我那歌我都可以拿钢琴弹。啊，对啊，现在直接就有钢琴是不是？哎，兄弟，开玩笑呢，三角钢琴，看见了吗？三角钢琴，我靠！哎，你直接拿钢琴弹唱，它不香吗？我拿钢琴弹唱，那我只会钢琴弹唱我自己的呀，我不会钢琴弹唱的孤独面店，那整那一大碗，我也不会呀。但是你现在可以来个钢琴弹唱，就是本来没准备的曲目，我知道你都会的呀。对，那我容易紧张，我这个样子。啊，那你可以弹一些你熟，哎，不是，你就平时就是我平时我们去你家的时候，你给我展示的那个钢琴的那个能力，你知道吗？那个能力，你只要在直播的时候展现出其中的1/5，就已经是非常的牛了。哎，大家听到了吗？就是这个咱们斌哥现在就是由于这个长时间这个在这个你看人家还开了店，对吧？你开店之后就是我说的句句是实话，句句发自内肺腑，真的。啊，不是，他们觉得我在弹，不是你弹一个，不然他们真的觉得我在吹牛，你知道吗？哎呀，没有，我现在再弹一个吧，我就地再弹一个那个自己的歌吧，行吗？对，海怪真的很厉害，你很会唠嗑啊！等你下次直播，我给你刷礼物去啊！你下次直播，我给你刷一个，这里最贵的是什么玩意儿？那小星星，给我整个小星星就行了啊！小星是最贵的，是吧？就给你整个小星星啊！给你整个。好的，我就要个小星星，来，哎，小星星多少钱？怎么地也得要个那个什么金巴布韦币，得要个1亿吧？你好好唠嗑，我说的我真心话，我跟你好好在这好好讲呢。啊，没事没事没事，心意最重要，心意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这准备啥时候谈？啊，行，我先直接整一个那什么吧，那个中心偏移啊，跟 S 一起啊。好的，好的，好的。啊，嗯，行，可以。大家马上就能知道，好吧？我刚才讲的每一句话都没有在啊，我不说了，你谈。啊，不是，整错了啊！哇，这琴就这么斗上了，是这样的。啊，无语。这个钢琴有点沉啊，这钢琴挺沉的。来来来，给我
我全体起立，我刚才有没有吹牛？啥呀，你这说啥呢？重新啊，重新来啊，我直接给你，我之前给你发那个我的第三首歌，就是那个重心偏移啊，重心偏移，然后还有那个 S， 它是一个姊妹篇啊，都属于是这个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啊，适合两个人听的这么一个歌啊。好的，就刚好我和你。你别，咱俩听不了这个歌，我跟你说，咱俩听不了。咱这不刚好两个人吗？来吧。啊、哦，也行，来啊。On my face, it's hard to lie. I don't wanna sleep, but you should die. 我要去睡觉，是关于你的呼吸。大概这样子啊，鼓掌来、啊、给大哥小礼物走一走，来给大哥点点赞。这歌你没听过，你还在这儿鼓掌呢？这歌你没听过？我不是，我这得负责一下你的，我不然我得把直播间氛围搞起来啊。我耳机没带，我这个我不行不行，那个不行。吧，哎，家人们，我现在那个海宽，我建议64块钱。知道一下这个音响，100块已经很快了啊，可以了吗？哦，那行那行，如果可以了的话，我就赶紧唱了。这个，哎，你这个什么时候还来北京呢？我吗？我这你想我的时候，我就可以来。你这啥意思？来，我还得给你买票呗，是吧？这个意思？那不是，那不是，自费。改天来北京找你，我们就咱我别也不说，我就来北京找你吃饭。可以，你就来吃个饭，然后你刚好你就可以，你是不是就可以回了？你当天往返，你当天往返是不是就可以回了？我就早，我就买早上最早的一班飞机，跟当天最晚的一班飞机，好吧？啊，那也行。那个，但是核酸什么的，那个你自己做好啊。啊，放心啊，这熟门熟路了，现在已经。啊这个可以了吗？现在哎，真的是今天这个我跟你说啊，海宽，我跟你说，大家我等一下等海宽介绍音乐的那一刻一定要留在他的直播间。我跟你说，就是我当年你知道吗，我就是我自己在直播的时候我也经常说，你知道吗，他们问我声音里面你觉得谁是最有才华的人，我说海宽呢。谢谢这个，好吧，谢谢，对吧。今天我跟你说，就要在直播间里面证明这件事情。这个，今天我看看我还能不能证明了了。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这个还没太弄好。你这不已经刚两个了，是不是？我之前怎么我说你琴棋书画样样都行。
啊，现在就是略有生疏，都略有生疏。嗯，没没，我觉得我相信的，我觉得等一下那个伴奏一起来，你知道吗？嗯、这味道对，就对了。嗯。哎，这个为什么环境的那个音响不好使呢？我要把那个拔了呢，要把那个拔了呢，怎么行呢？啊，谢谢啊，谢谢大家给海关送的礼物啊，谢谢。啊，这个于斌，你这个、属于太够意思了，你在那陪我这么长时间，这已经啊没有啊没有，你这帮你维持一下秩序。实在是我这个歌还没唱上呢。嗯。哎呀。现在可以了吗？哦，那这个音箱可以调很大吧？可以。哦，应该是可以的。啊，可以。那就我先把它远大试一下。对，我如果唱的话，我只能。其实我刚才试了一下，那个设备是好的，好像是插你手机没插好。插我手机没插好。对，我用我的手机试了一下，是好的，大多数都是。行，那大家不要着急，好吧？我们上海看我们的设备。你可以试试站在那儿唱，站在那儿唱，他们听到的声音。也行，那我试一下。在这儿唱都可以。是的啊，大家不要着急啊，海关在试一波设备啊。我这个行，我试一下啊。我是放一下那个你听得到，看看这个音响能不能行。最大声音了，现在已经是吧？哎，讲真，我你知道吗？你刚才清唱那个你听得到还挺好听的，那我听了，我真听了。啊，这个里面没有，要不我出去播吧？要不我出去播吧？对，因为不是不好使嘛，是吧？这个可能要等一下啊。哎，老师，这个那这边可以，这边也不行吗？可以。不是，只能这样是吧？然后把麦什么放这边呢，也没用，是吧？是的，大家不要着急啊，慢慢来。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宽啊，最近上的几部电视剧来，就只能这样了。嗯，因为我怕耽误时间。给大家说一部吧，好吧，《镜荒城》，对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要试试。哎，但这样有点不甘心啊！我这样就是跟在家里播其实没有啥区别。要不你把手机壳摘掉，然后我再有你能接的。我刚才试了，确实是好的。海关，这角度有点死亡了啊，多少啊？咱别不要整这个角度啊，这角度多少有点死亡。好的，朋友们，你们现在可能听不见海关的声音，你们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来，听得到的朋友们给我打一个能听到于斌，好吧？啊，听得到于斌是不是？好的，没有问题。那我现在帮他跟大家给大家聊一会儿天，好吧？啊，他现在肯定不知道他自己那边没声音了，你们可以跟他说，弹幕上面跟他说一下，然后他那边没有声音了，好吧？所以你们一定要打拳，你知道吗？他现在肯定在问你们有声音吗？你们不能打能听得到，你们一定要打能听到于斌的声音，听不到海宽的。好的，现在又听到海，哎，海宽说句话来。我现在都听不到于斌的声音，我这个连了这个声卡之后，现在一定能听到我的声音。
听不到吗？再见了妈妈，今晚我就要远航。这听不到啊。嗯。啊，我懂了啊！刚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啊、那个啊，不要觉得诧异啊！我们现在是进入一个那个就是读唇语的，行吧？我就那啥吧，我现在我就这样唱吧，嗯，只能这个样子了。现在你刚才不是我刚才有听到那个伴奏的声音吗？你把那个手机离那个音响稍微近一点就可以了。嗯，他这个对，我就这样唱就行了，嗯。行了，你开始唱的时候，我就这边就撤出了。我这不然的话，他们那边听到你的音质可能会有点杂，因为我这边会有。老师，那这个伴奏可以放大声了啊？可以，你想你的。行，那就这儿了啊。行。不能太远。这个可以啊。那就这样了啊，今天就这个样子了啊，可以吧？你的声音一直徘徊。好，来。那行了，那我就这样就开始唱了啊。哎，行了，那我这边我先断了啊，大家好好的听海宽唱歌，好吧？谢谢了，兄弟啊。我还看着呢，啊。行，那我这个怎么？好嘞，我先挂了啊。好嘞，嗯。这个雨斌给我挺了，时间太长了，我还直接就这个样子唱吧，啊，我也不知道这个伴奏和声音这个契合度是什么样的，反正我就现在这样唱了啊。然后等需要我再去弹琴的时候，再去那边弹。我先把想跟你们唱的我先唱了啊。OK， 我就这样啊。OK， 好，那我现在唱了啊。你们就跟我说啊，或者我自己的声音小啊，或者是那个伴奏声音小，你都告诉我啊。你好厉害。不是自己唱的，这个有点过分了啊。
像羽毛，秘密摊在我怀抱。滴答滴答耶，爱有没有人知道？你的微笑像拥抱，多想藏着你的好，只有我看得到。刺在眼眼圆的耳朵，看人群的过河，我怎么怎么那一天的我们都默默地回想很久。我想我是太过依赖，在挂电话的刚才，渐渐是单纯的小孩，静静感受这份爱，直到不能再依赖，怕你会把我宠坏，你的香味一直徘徊，我舍不得离开。我想我是太过依赖，在挂电话的刚才，渐渐是单纯的小孩，我舍不得离开。厕所方便吗？啊，可以啊。这个就是啊，哎，我呀，这个时间，等一下啊。我先把这个我准备好的伴奏先给你们唱的好不好？这个歌呢叫《孤独面店》，然后有一天呢，我在这个车里面，然后突然就是播到这个歌了，然后我觉得特别喜欢。但我想，就我现在这样是可以的啊，或者我还是放在这儿吧。孤独面店你们听过吗？有听过吗？这个歌对，姜育升的歌啊。可以去听一下，我觉得还可以。对，好，没关系，那我唱给你们听啊。下一首歌想听《隐霾》，可以吗？我这个，我现在啊，好像也应该是可以的，我也不太好。那我先给你们唱啊。好，那我现在开始了啊。
闭上了眼睛，我却不想睡，没力气前进，依然的很累，做不到清高，也不去谄媚，不算是成功，倒也不算狼狈，汤也喝鸡汤，不觉得养胃，每次的付出是活我两倍，亲近的他人没学会防备，造成了恶犬在身边狂飞，我还是单身就成了长辈，不由你的结婚孩子有两岁，我害怕恋爱感觉不到般配，就像个商品被放了展会，每次用真心去准备枉费，我总在抽烟，我知道张飞，我讨厌喝酒，我只是想醉，你有多久没有哭了，你有多久没有笑，多久没有不熬夜试着睡个觉，想要开心是否还能找个朋友陪你闹，在低落时是否有个肩膀给你靠，你有多久没有哭了，你有多久没有笑，多久没有不熬夜试着睡个觉，想要开心是否还能找个朋友陪你闹，在低落时是否有个肩膀给你靠，耶，姐你们声音太大了，听到考验、哎、心里面的冲动随着时间不再激烈，有时候我的怀疑我已经变成个极限，低落的眼连戏剧都变了极限，手中的烟不知道什么时候熄灭，我不想那么矫情和孤独忽然来袭，在某个时间来临让你失去个白棋，我收了多少牌戏只为了几两白银，这他妈到底还是我们深思我的怀疑，越是喝酒就以为自滋味越少，到底放弃自由还是放弃面包，我不想每次加班过的日夜颠倒，我不想每次都是一个人吃夜宵，我讨厌那些假的赞美不够干脆，为什么就不能做我自己非要站队，独自装睡我自己干杯，如果只是孤独那我究竟孤独万岁，你有多久没有哭了，你有多久没有笑，多久没有不熬夜试着睡个觉，想要开心是否还能找个朋友陪你闹，在低落时是否有个肩膀给你靠，你有多久没有哭了，你有多久没有笑，多久没有不熬夜试着睡个觉，想要开心是否还能找个朋友陪你闹，在低落时是否有个肩膀给你靠，肩膀给你靠呀，哎，靠呀，好了，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声音和伴奏，这个合不合啊？今天这个有这个特殊情况，然后我就只能这样给大家唱了，这也应该还可以啊、嗯、是真的瘦了好多吗？可能是发型的问题。嗯，我就先放着自己的这个、嗯，孤勇者能唱吗？哎，这个歌我是有听了的，然后听完之后呢，我发现有点太难了呀，我有点唱不上去啊，这个歌。大哥胖一点好看，我再胖的话，我就往140去了。多喝点水啊，行，我现在喝点水啊。等孤勇者我再练一练再说哈。这个羽幻啊，羽幻是好人吗？他这个是立场不同，对不对？就是像这个三国演义的时候，这个你能说这个某一个人他就是坏人吗？他就是立场不同，对吧？我瘦脸，我有瘦脸吗？我吗？好像没有啊，是不是没有瘦脸？没有瘦脸吧？这个无机我之前在个视频已经唱过了，我就不唱了啊。从楼上跳下来还能起来的片儿叫什么？叫我是岁月你是星辰。从楼上跳下来，
与幻少将军的结局，如果是剧的话不能告诉你，但是原著的话这个比较复杂，一开始都不知道与幻是我演的是吧。嗨，想听我唱我自己的歌啊，那我来一首自己的歌吧，行吧，我唱一个决堤好不好。这些歌呢再过几天它会在那个网易云上，然后你们可以去听。好，我放一个。现在还和一博有接触啊，没事发发微信啥的，还是会没事发条微信。漠河舞厅也行。我先唱一个那个，我先唱一个我的歌吧，是吗？决堤，好吧。怎么会有人比我跟你般配？那个叫纵容，那个歌叫纵容。嗯，放假了嘛，我们这些当演员的，这个假期就是没戏，就是放假。将士们偶尔也听他们说，说什么你曾笑我笑话吗，反正都要新生活，活着吧，把我忘了。天气晴，今天星期几，在没你的日子里，我早已不习惯翻看日历。几公里，一起走了几公里，刻在街道旁的路标记，将视线模糊不清。夜空沿你上轨迹，而你累得悄无声息，把画面都抛向夜空，将记忆决定，我很想你，但听到的只有风和我自己。哦哦，天气晴，今天星期几，在没你的日子里，我早已不习惯翻看日历。几公里，一起走了几公里，搁在街道旁的路标记，将视线模糊不清。夜空沿你上轨迹，而你累得悄无声息，把画面都抛向夜空，将记忆决定，
我很想你，但听到的只有风和我自己。呜呜，夜空演你像轨迹，而你来的悄无声息，把画面都抛向夜空，将记忆决定。我很想你，但听到的只有风和我自己。风和我自己。只是我自己。哎，我觉得还是要再请老师再连一次。要是在这个再不行的话，我就那啥，我就不唱了。可以不？嗯，嗯，就是。这个现在也不太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就这样，这个再试一次，如果还不行的话呢，我就跟你们说话，然后我就用那个琴弹一首歌，然后就不唱了。是钢琴吗？有钢琴吗？没有，我就现在我再试一次行吗？我。就是再试一次，然后要不行的话就算了。钢琴弹唱的时候其实挺好的效果。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唱歌的时候就不好了。嗯嗯。就是我这个要不在嗯。嗯。我就跟你们说说话，然后不行的话我就跟你们说说话，我就下了。没有，因为是主要是因为他如果是这样外放，然后这个这样唱其实跟我在家没有啥区别。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不如就在家了嘛，是吧？在这就是想设备稍微好一点。等再有机会弄明白了，然后我再试一次，哈。那谁，我叫刘海宽啊，你这个女汉子，看看，你头发得去保养一下，要起飞了呀！我跟你说啊，你这个叫学子是不是？就是。你的头发就你坐我这儿，我跟你说你那个头发都能支出屏幕外去，你信不信？听你说话唱歌都行啊，可以可以可以啊，我再试一次。我都不懂。
Excuse me, how much?角落上持续着吟唱，头顶的铃声飞过，我关上自己心中窗，黑夜让它更紧张，静跳铃声去勉强勉强，我该怎么笑的对呀，爱你怎么会死掉，我就是下午前最下次呀，今天的心不怎么说，稍等啊，我先进去，我先进去用那个，这个最后等我一次，我这个，唉，没声音吗？我现在我把手机都拔了，还没有声音啊？现在行了，是这个，现在挪一下，挪一下这个地方。反正这个时间基本也都快到这个下播的时间了，如果能调整好了呢，我就再把这个准备的剩下两个我给你们唱了啊。现在有了没有用，因为现在还没有连设备呢，现在目的是伴奏和声音都要有才行。嗯，我拔了肯定有啊，现在不行，现在嗯，以后再加吧。没有，我主要是因为这个，我想说我第一次在这个抖音，然后我想着这个认真一点，对不对，这个整体设备弄好一点，然后我就不干唠嗑了，
然后刚好这边那个这个有钢琴，然后还可以这个设备都挺专业的，我就。我这是啥发色呀？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我随便弄的，嗯，舒服的直播间就在上面，哎妈，我可不敢连，你可别吓唬我，半条命没了。对，唠唠嗑，不是我家时长的倒是没有事情，主要是我现在这个手机这个电的问题，我手机还这个快没电了，我现在得趁着充一充啊。你的声音自带伴奏，啥意思？我自己边打 B-box 边能唱嘛，是不是？我用你图就算了，为啥模拟水印？你啥意思啊？我不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用的就是你的图就行了呗，是不是？没好使，嗯，没好使。嗯，我是近视，我是好几度呢。要不我就戴这个耳机也行。啊！别，你们饶了我吧，我真的不敢连。真的不敢。没有，我也不一定非要用自己的耳机了，我现在能现在给歌唱出来就行了。我老吉林省的，嗯。明天还直播吗？不了，我明天就不播了。我这个在抖音这个播的少，有接触啊，我跟他们有接触，我刚刚有说过了已经。嗯，有接触，嗯。我还没吃饭啊，这不吃了，这不是都说那个唱歌这饱吹饿唱吗，是吧？这个所以就可以饱吹饿唱，我就饿着唱就比较好。不用了吧，就是现成的，有这个就用这个吧，啊，嗯，那现在可以试试了。你先插上看看有没有音乐，就是好，就是如果有音乐就。你在备忘录里写了什么？一时纵横交错，继续跳过发单机。摩擦和你放松的神经，如此漫无目的呢，和平鸽吹动着风车，谁的通讯录里还背住着我，可能没有了吧，没了吧，那张地理图上卷起了曾经的地方，下一秒你还会在吗，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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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机，耳机在这儿。喂喂喂喂喂，能听到吗？现在可以听到吗？现在可以了吗？伴奏什么都可以了，是不是？哎，好吧，那我现在我开始唱。哎，把那个歌词帮我拿来呗，谢谢。哎，那我就这样吧，我再重新唱一次那个《孤独面地》，好不好？哎，不，我这样吧，我先把没有唱过的先唱一下。我再唱一个那个漠河舞厅吧。我先再唱一个那个吧，好吧。好。咋唱来着？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尘封如害怕，有伴奏吗？现在有吗 ？OK， 好，伴奏可以再大一点点，谢谢。OK。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温馨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你什么都没有说，也风景绕我三千里。偶然见过你，花园里有群翩舞起，灯光里抖落了晨曦，在1980的漠河舞厅。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大雪如何睡了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我怕我的眼泪，我的白发像羞耻的笑话。我的声音可以再小一点，然后伴奏可以大点，谢谢。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温馨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你什么都不必说，也风惊扰我。可是你惹怒了神明，让你去还那么年轻，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
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我把我的眼泪，我的白发，像羞耻的笑话。如果有一天我的心念忽然倒塌，城市的花园没有花，广播里的声音嘶哑。如果真有这天的话，你会不会奔向我绽放？如何把绽放？这个直接我们就来到这个下一首歌，这个叫那个哪里都是你啊，我们抓紧时间好吧。嗯，哪里都有点忘了。再唱一遍，因为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歌的。
对，哎，但是那个歌词好像没在我这儿。这个，我再唱一遍《公的面店》吧，好吧。然后这个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嗯，啊，好，那就先这样子啊，来，直接开始。做不到轻歌，也不去谄媚，不算是成功，但也不算狼狈。糖衣和鸡汤，不觉得烟味。每次的付出，是受我两倍。自觉的他人，没学过防备，造成了恶犬在身边狂吠。我还是单身，就成了长辈。背地的结婚，孩子有两岁。我害怕恋爱，感觉不到般配，就像个商品被放的展会。每次用真心，却总被枉费。我不想认命，就不能挽回。我总在抽烟，我知道消费。我讨厌喝酒，我只是想醉。你有多久没有哭了？你有多久没有笑？多久没有不好掩饰的睡个觉？想要开心，是否还能找个朋友陪你闹？在低头时，是否有个肩膀给你靠？你有多久没有哭了？你有多久没有笑？多久没有不好掩饰的睡个觉？想要开心，是否还能找个朋友陪你闹？在低头时，是否有个肩膀给你靠？承诺随着时间不再激烈，有时我的话语我已经变成个机械。低落我的夜，连心剧都变得凄切。手中的烟不知道什么时候熄灭，我不想那么骄傲，经过孤独忽然来袭，在某个时间来临，让理性去个白棋。我收了多少牌几，只为了几两白银，这他妈到底还是我们甚至我都怀疑。越是合群就以为自己对我越少，到底放弃自由还是放弃面包？我不想每次加班过的日夜颠倒，我不想每次都是一个人吃夜宵。我讨厌那些假的赞美，不够干脆。为什么就不能去我的战队？都在装睡，我自己干杯。如果这是孤独，那我就去孤独万岁。你有多久没有哭了？你有多久没有笑？多久没有不好掩饰的睡个觉？想要开心，是否还能找个朋友陪你闹？在低落时，是否有个肩膀给你靠？你有多久没有哭了？你有多久没有笑？多久没有不好掩饰的睡个觉？想要开心，是否还能找个朋友陪你闹？在低落时，是否有个肩膀给你靠？那我再把那个，我想一想啊，我再把决堤唱一遍吧，好吧，这个毕竟是我自己的歌，我还是想把决堤再唱一遍，好吧，嗯。谢谢哎。笑话慢，
奇迹，今天星期几，在没你的日子里，我早已不习惯翻看日历，几公里一起走了几公里，刻在街道旁的路标记，真是些模糊不清。夜空因你像轨迹，而你累得悄无声息，把画面都抛向夜空，前进决定，我很想你，但听到的只有风和我自己。这个就是终于这个唱好一个了啊，我这是不是差不多到点了呀，感觉这已经十点了啊。那这样吧，我还想把那个周杰伦那个你听得到最后唱一遍，然后就可以今天就结束好不好啊。好不好，嗯，那个表白啊，我是真的那个表白我是不是太会唱了，感觉已经。你瞧你呀，有谁能比我知道你的
放着不下被子呀、啊、本来讨厌下雨的天空，直到听见有人说爱我，站在电影院的耳朵看人群走过，怎么那一天的我们都默默地会笑很久。我想我是太过依赖，在挂电话的刚才，简直是单纯的小孩，紧紧感受着分爱，直到不能再依赖，怕你会把我宠坏，你的香味一直徘徊，我舍不得离开。今天这个就基本就这个样子了啊。求歌名，我天，周杰伦的你听得到？你竟然没听过？啊，那行，然后那个，来我喝口水。这个这样等有机会的，然后今天这个最后弄明白了，然后等有机会我们再来约啊，我们再来约，然后再来唱。时间也不早了啊。嗯，今天这个时间也不早了，然后我从这个人起来，然后就干了两个活，然后来唱的歌。然后今天我也就回去休息了，好不好？啊，然后今天呢，主要是，今天主要是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的这个新专辑啊，现在是在 QQ 音乐上面，然后过几天呢，会在网易云，然后登录，然后到时候希望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然后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跟自己的朋友们说啊啊啊，然后还有就是、啊、对进双城，然后还有这个那个从楼上掉下来然后又起来那个剧刚刚播完啊，我是岁月你是星辰，然后现在正在播的剧是进双城啊，我在里面饰演的是雨焕啊，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行吧啊，那咱们就那啥吧，咱来日方长啊，然后有机会我再多唱唱自己的歌，然后啊，你们到时候想让我唱什么歌，我就先准备好啊，先准备好，嗯，行，咱来日方长，后会有期哈啊，然后这个也感谢这个我们这个咱们工作室的老师，然后感谢那个你们来听我唱歌。对，然后还要感谢那个于斌啊，这个属于摆造型，帮我摆造型摆了好久啊。行，那今天就先这样了啊。好啊，拜拜呀，拜拜，晚安晚安晚安，嗯，拜拜。